今天是6月15号，2015年。我带陈怡君、阿布、伟伟还有 Zachary 到亚特兰大来做这个，跑哪去了？带他来奥林匹克公园，然后还有做这个，做这个。那个是 Sky View， 是最近几年才建的。我们顺便看一看亚特兰的夜景。See， 他们说有20层楼高，然后有42箱，42个箱节，大家可以这样上去坐。第一次坐。蛮兴奋的，然后旁边那个圆柱呢，是 Chris 带我去上面的一个旋转餐厅吃过饭呢，很酷哦，有机会我也带他过去吃看看吧，有机会的话 ，OK， 拜拜。